还是刚刚一样的运球啊，还是刚刚一样的运球。一会儿迟早会拿着这个球去配合你啊，一样的运球，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前边，集中在比赛场，比赛场对前边，前进后退，左右对，回看球对，在原地移动。当你把球传给我的时候，怎么困了？怎么困了啊？把球传高一点，去测试你单手控球，向前、向后、向左、向右，给接回，明确吗？来，对，自己在原地去模拟，比如说保护保护球，你在保护的时候腿对对后退，向前对向右横向右向左对，就在原地这个范围前后左右移动接球啊，右手运球，左手接住，来准备，重心降低，对，对，动动起来，横向，对，对，接住，再来，走，接住，再来，好，换左手，左手运球，右手接，对，开始，原地运球，对，左右移动，球压低，对。好，停，来，把这个球收起来，好，双手运球啊，刚刚已经是在一个球的基础之上要求你左手控球，右手要做事情啊，这个级别对于你来讲现在就有点难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控两个球，好，两个球，两种，第一种是一个节奏，球球，第一种是一个节奏，重心降低，眼睛观察渠道，对，好，一五四，听的是有回音吧，对啊，你也要说到有回音，大一点声，好吧，啊，把你在这个东北赛区 U10 岁组这个内线统治这个霸气喊出来啊，不要笑，不能笑，这是在打仗，这是战场啊，大点声，三四五，听清楚了吗？球要压到还是刚开始的这个位置上，是一个节奏的，不能看球，只能看渠道，准备走，对，大力，一、二，对，清晰很多了，已经啊，很好。五，对，向前走。四，后退。一，没有力了，球，对，原地停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现在做到双球的时候，你球运的位置在哪里？应该在哪里？对，你刚刚运的是在哪里？你刚刚运的是我可以抢断的位置，啊，放在边上，放在边上，对，每时每刻运球，对，而不是在这里。来，好，现在换第二种，两个节奏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交替运球，不是一个节奏了，两个节奏。对，球运两边，重心降低，对，停，运到哪里？对，开始，对，用力，四三二一，走，对，很好很好，对，退，对，对，很好，好，停，可以，好，我们现在增加一些行进间的啊，增加一些行进间的，我们先站到边线来，还能坚持吗？今天没有开冷气，所以你会比较热
啊，加上今天外面的气温也很热，行进间了啊，先试两次一遍啊，注意看，跟着我一起，我先做示范，来，啊，一二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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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，这里球先在这个位置做一次运球，啊，去尝试让防守，再试探防守。我现在往这个方向走，第一个方向，你防不防？通常第一次都不会过，都不会很轻松的去甩开啊，所以略微往这里带一次，变到这个位置，啊，你的脚下这里变，这个时候你的肩要转向这个方向，然后马上连一变一变一变，好，来开始运一次一个变向，行进间边线到边线，对对，连起来，重心降低，对对对。来，来，练，练，很好，好，问题，启动这下再快一点，啊，练这下启动，练这下启动速度再快一点，再突然一点，好吧，胯下，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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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侧身，要侧身，侧身，好，来胯下，准备。走，变，快，不怕掉球，很好，好，还有一个回合，啊，坚持一下，还有一个回合，背后去，转身回。准备，啊，背后一，背后一，背后一，背后，好，来，走，一次，不要忘了看渠道，对，很好，球压低，球压低，对，好，球性还不错啊，球性还不错，但是呢，没有更多的失误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，你没有做到最大力运球，啊，跟比赛最接近实战的运球，所以你更多的是保守的考虑。我先不失误，啊，训练可以失误。转身，啊，运，转身，运，转身，运，注意球，不要起来，球压低，转身，球压低，转身。眼睛看前边，眼睛看前方，对，转身，转身，转身，好，来，运球转身，球压低，很好 ，OK， 很好，从右边开始，从右侧开始啊，从右侧开始，运球增加到两次，一二，一二，一二。给你一点难度，就是需要你每一次运球脚必须进去啊，脚必须进去，我把位置给你扩大一些，哎，红导很快，脚必须进去啊，注意看，向前加速，加速一二，加速一二，加速一二，身体和脚必须在这位置，一二，清晰吗？不要最后做到我需要你进来再出来，好吧，尽量尝试去做，走，一二，两次变向，很好很好，球压低一点，对，脚要跟着进去，对，很好，不错，好，回程，左手，左手运球，右脚要进，一二两次，一二两次，一二，来走，一二，很好，
脚和手一致，非常好。好，换右手啊，我们换第二种变向。变向胯下啊，慢一点做啊，不怕，加速运一次，变胯回来，变胯回来，变胯，两次变向，要是有变向和胯下来，对，胯变胯胯，很好很好，没问题啊。好，左手回去，左手变向，右手胯下，坚持啊，我知道你累了，坚持，好，把球放下，走到对面，走回来，勾手啊，看看你的双球的勾手啊，因为你单球的勾手和篮下的投篮啊已经没什么问题了，再给你增加一点难度啊。现在在右手做勾手的时候，左手要持球啊，左手要持球啊，右手去勾手，左手持球勾进啊，把这个点勾进，再右手投出去之后，那要用左手来接球，这个时候你把左手的这个道具的球放回右手交替的，明白吗？始终都是在用这个标准的篮球在勾手啊，就等同于现在是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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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增加到啊，增加到注意力，增加到一二，球上面的球在交替，下面的球在交替，这无形间增加了你两个手单手控球的能力。这个时候要单手控球，不要把球放在身上，不要把球放抱在身上，要单手控球。这个时候要用单手手指去勾手。好嘞，走，单手接住球，接到球再要有交替。好，接住。交替球，对，球一出手就要交换，交换，对，很好，走，不怕，交换到左手，交换，嘿，左手对，要在空中交换，走，再来，打进，对，交替，哎，早一点，好，停，明确了吗？比如说刚刚这个球，你在投出去之后，你还在看什么？这个时候不要再看这个球了，投出去，交换了，左手要腾出来，左手要投出去，左手要腾出来准备接球了，投出去就要交换，准备接球了。走，来走，交替，对，两次，很好，三，很好。四次，连中四次，五次接住，哎，不要落地，尽量不要落地。六次，非常好。七，再来，还有三次。八，走。九，十，再来一次，左手，左手，左手再来一次，左手再补进一次。很好，好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走。